们现在又来听您下一款游戏的介绍啦。那好，这款游戏我从一开始进来，刚开始玩它就是自动，然后一直打怪，一直打怪，打怪，一直打怪，我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然后我就升上来了，我只要按 auto， 对对对对，哎呀，这个爽度100。在玩，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后面还有什么新功能。好，我们要去负责强化就可以。对，你们看，现在升级很爽，很快啊。好，现在几级了？我们来加号。四级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五级，快五级。哇，35.76万经验值挑战。BOSS 来袭！哇，你看我的攻击，哇，魔王的血退的跟什么一样，哇，真的爽度100。但其实很少看他这种 RPG 游戏是做直视的，这个比较像是大陆那种习惯性那种桌机版的游戏有没有？然后直接把它移植，然后变成所谓的手机版的游戏。然后从头到尾现在都不知道点。充装备就好，然后按自动强化，哇，超贴心的，一直升级，一直升级，升级的话，三阶，那我说不需要做哎，然后就哇，8.68万经验值，然后我们就强化，然后现在已经八级了，哇，这个画面，不能放大，不能放大，其实像我移动了一下，它还是会自己把那个任务打完，然后。挑战，王来了！哇，实在太厉害了！哦哦，王秒杀了啦！你看，又杀死一只王，太强了！好，我们要往下一站出发了。战力11677，完成任务，打败15级 BOSS。不行，不小心我就12级了。多少人会玩下去？哈哈，真的 很有趣一件事情。玩游戏你又希望它能 auto 自动，但是太 auto 太自动，你又不想玩下去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但是这种东西，这种就像 FB 的那种游戏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所以，我觉得我应该玩下去的意愿不会太高了。那不过我还是看看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，那最起码拿到15级才有宠物嘛。哎呀，拿到15级或宠物，好，再给我几秒钟，我应该很快就升上来。挑战，直接 BOSS， 在我13级的我来讲也是轻松的打，你看我连血都没损体力。消挂机，我获得小宠物。取消挂机，取消挂机，我干嘛不知道？哦，错了，强化召唤机。我是往下的地方走，自动强化。哦，你看一看，自动强化紫装呢。好，我们往下的地方走了。历练击杀超热。你看，还是在15级这么威哦，对不对？变身级，带变形就是一件简单的动作。所以我只要然后手机打开方向盘就可以了吗？游戏打开方向盘。穿戴破晓，哎，王又死了，太弱了，太弱了，真的是爽度100游戏。我看看，哦，那个经验值是砰砰砰砰跳跳跳跳，
手练气，练气可能是我刚才已经有看过的练气的强化的部分，然后骑手的话在我手里也只是小兵的感觉而已啦。战力飙升，小兵去打三十级，二十六级打三十级可以啦。不太会死机，你看我血有多少吗？1.196万，还是1.96万？极品装。坐骑哇，看起来厉害，穿抓坐骑。好啦，我是不知道这样一直打下去，我应该轻轻松松就100级了吧？好啦，那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游戏啊，你可以来玩玩看，或者感受一下快速升级的感觉。那如果你喜欢 Sky 的 YouTube， 记得订阅，还有啊 Sky 的 IG 跟 Blog 哦。